站起来，站起来讲啊，听不见，听不到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声音就大一点的，可以的。对着嘴巴。可能对，对着嘴巴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的，我姓李志忠，我太太叫陈长雪，还是不是在烧肉？我呀，跟烧肉这些都是可以的，已经很多年了。啊？听不到，听不到，我到前面听不到你后面讲什么？后面讲什么？现在可以了。你那个无线的，你要再往前走三步左右。可以啊。啊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是啊，我李志忠，我太太在哪里？陈长秀，我们住在烧肉，我们已经在那边也三四十年了，好吧？谢谢大家，能够有机会跟大家来参加，很好。今天到了这里，我也很高兴，我看到了少林卷，哎，我姓林，我叫做老林，哎呀，这家比较好一点，比他还光荣，希望大家记得。我是杨振兴 Peter 杨，我太太是 Lily， 然后我们是参加这个葛兰有好多次了，和小镇也很熟，然后看就是我们是其中七位散客，大概今年一月的时候去跟他们到 Costa Rica 去，觉得玩得很好，对呀、啊，希望下回还有机会的话，还可以再跟你们参加这活动。不过呢，我们现在还在工作，所以说是。大概有的时候呢，希望大家能通知一声，然后我们有机会，我们一定会参加。啊，谢谢。有声音啊？前面的有声音。哎，喂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啊，各位好，我姓李，李耀宗。前面的。我是住纽约的，我在纽约工作和生活了将近40年了。这次是我哥哥李伟宗，他是住加州，他邀请我来参加这个团。我想这边大部分人有一部分那些散客还是听不到。Hello， 好，现在很好，我是 Kate， 我是蒋思亮的太太。啊，又听不到了，又听不到了。这样子呢？这样子好啊。OK， 我是蒋思亮的太太。那中文名字叫刘香妍，英文名字叫 Kate。所以我想这边我有80%人都是见过，而且很熟，有一些人不太认得。不过希望我们这次玩过之后大家就很认得了，所以我们也很喜欢出去玩，所以有机会的时候能够再跟大家一道同时玩，很高兴。好，谢谢。我是 Bill Lee 啊，李伟忠啊，我2004年11月退休啊，之后就常常出去玩啊，那希望将来还有机会跟大家一块出去玩啊。OK。我太太 Daisy Lee， 她在这里。谢谢。我叫蔡祖，我太太叫陈元芳。现在改名了，叫蔡总。蔡总。蔡总。总不总？蔡总。大家玩得开心，以后就叫我蔡总。不开心叫我菜不肿。那么希望以后都有机会跟大家出来旅游，谢谢。Thomas Fu 是新竹客家人，台湾新竹客家人。我太太是潘英妍，是苗栗客家人。所以我们夫妇都是讲客家话的，不会讲台湾话，很可惜呀。因为我可能是来美国太早。那个时候是台湾，讲台湾话都不流行，是讲国语那个时候，对吧？我们目前住在 Southern Oaks， 已经在 Southern Oaks 住了30几年了，我们已经退休了，所以常常参加蒋思亮的那个脱衣舞，那个李巡堂参加好几次，上去年
去东北山东玩了一个多礼拜，两个礼拜差不多，玩得非常开心，所以这次很高兴又能参加这个团，谢谢各位。我叫王宗春，我是河南人，第一次到河南，这是我太太黄爱丽，她对钱很有兴趣，都没事算钱都找她，我们两个都是退休的，没事干，一天到晚都在外面乱跑，她爱出去，我就是拎包的，替她提行李的，谢谢。又来一个河南的，我不是河南人，你要问我哪个人我也不知道，我是石景丁，我太太叫郑婉嫣，温迪，我去就是前年跟这个咱们这个蒋公出来跑过一趟，觉得玩得很高兴，所以这次我是少林寺我来过，如洛阳我也来过，成都我也去过，但是他要请我说我不准不来，非来不可，因为人好，跟随蒋公，追随到底。我有时候不叫他蒋公，我叫他比尔蒋，他英文名叫威廉，叫比尔，所以有时候叫比尔蒋，比尔先生。呀，这跟因为上次来了，就到山东，您超过20秒钟了。我老婆有20秒，我老婆有20秒，他跑起来了，现在都是打官腔，太晚了。所以玩得很高兴，所以这团强我就是很有兴趣跟他来，我太太膝盖不太好，所以走路比较不方便，有事情大家包涵包涵，谢谢。要自我介绍一下，很多人你的生辰八字男朋友是怎么样的、喜欢怎么样型的男孩子啊，这个很难说啊，要看有没有魅力啊。我先讲一下啊，我是82年出生的。大家来这儿呢，可能会问你是不是独生女啊？你们有计划生育政策啊 ？One child policy？ 我不是独生女，我还有个姐姐。然后为什么呢？我是二胎，但是我呢生于计划生育之前啊，83年开始的。计划生育有的地方开始的早一点，到我们这儿就到83年了，所以有幸啊，大家看到我了。但是我们家呢还有一个弟弟，因为呢家里呢真的太想要男孩子了。我出生的时候呢，家里以为是个男的啊，差点把我跟别家换了。然后呢，后来我们家又收养一个弟弟，这个弟弟就很好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家三个啊，三个姊妹，三个，然后呢，现在有男朋友啊，还没有结婚啊，但是已经订婚了，也算结了啊，这是我自己就简单说这些啊，刚才说有几个人是我们河南人啊，欢迎大家回老家啊，还有多少人呢是客家人啊，大家知道客家人回到洛阳也是回老家啊，那大家知道客家人的老家都在洛阳，知道吗？然后说呢，客家人为什么说老家在洛阳呢？就是我们洛阳人历史上经过几次的搬迁啊，搬到南方去，东南、湖北、广东、广西、福建。为什么这么搬呢？据说东晋的时候有一次八王之乱啊，八王之乱政治动乱，然后。